来吧，鳄鱼。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。我们家的马尔扎哈没带呀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。石头人辅助，行吧。那有伤害吗？那有控制吗？哎呦我金属粑粑人，我就不交技能了啊！我交技能太亏了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。我闪现 W 不合适，打他们一个闪得了。俺们家连点控都没，我靠！我炸了，兄弟们！别过来，干扰我回城啊！我闪现 W 多亏呀！我闪现 W 那人头再不是我的，怎么不合适？不合适，没回去还。啊！我的兵！哎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别让他吃吧。把前面的劣势都搞一搞，那泥巴人啊没来，直接红怒云平 A 接 Q 走位吃药，断了。没事，咱谁也别走啊！我一上来 W A 接 Q， 你不没了吗？你能放出来你的 W 吗？他应该要传送了。来，跟我往他这个位置走。晕 ，A 接 Q， 给我变成粑粑。哇，让人头，别着急啊！你给我破盾。呀，拿下！那莫甘娜没东西呀，中单莫甘娜，闪现 Q， 打他一套得了，别推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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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万别推线。先来个铁刺鞭啊，有东西，我的意见能差一点点。
去中路呗，不行不行，那个线不能推。我一上来铁刺边界 Q 平 A 接 E 平 A 喝药平 A 平 A 平 A W 柱 A 接 Q， 你知道我什么装备？你不知道，婉豪不用玩了。直接塔号断他，爸爸人儿，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平 A W 铁字边 A 接 Q， 平 A 穿，平 A 再穿。哎呦我！让石头人打死了。回家了。石头人好兄弟啊，算了，还是这样。可血战斧，可血战斧吧，我们已经可血战斧了。来吧，这个人头给你了，我就不要了。我要这么多人头也没啥用。尽量不要让一个人有那么多的赏金，慢点弄赏金，反正他也不值钱。我们杀这种不值钱的不合适，我们要杀就杀值钱的。继续折磨，那必须折磨他呀，把皮吃了。石头人好兄弟我不打了，哎算了，不打也不刷新，等下一个好兄弟吧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能走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能走？你还从下面来，你从哪来？你能好使？你从哪来？你能吃到馅儿，兄弟。好兄弟，一会儿我再来打你。婉豪还不挂机呀？他去下路了吗？
哎呦我操，去断我们家兵线了，赶紧吃打皮，吃完推蛋了。有想要人头的吗？快点过去，我就不去了，算了，我还去吧。去把婉豪杀了，省得让他吃兵。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婉豪的发育方式啊，确实。你说反正你也吃不着馅儿，是不是？你还不如去断兵线。回家了。来个黑漆，俺们家中单不太行，下路也不太行，该去帮帮队友了，尤其是这个中路。去下路来一波，先杀萨米拉，一定要先杀萨米拉。你先别上啊，等我到来，别着急，有眼没关系。嘿，没有用，我是无敌的。这小黎伦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走呢？婉豪拆塔挺快呀，偷吃好几层塔皮。为什么会有这种 AD 呀、啊？勾引成功。给你来一个。闪现都交了，这300块不给你也不合适啊，你说是不是？W 出来差一秒钟 W， 哎呀，那莫嘎拉的 Q 好烦啊、哦！来个蟹手，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先不打他好了，确实不应该先打他，先来个蟹手吧。我需要一个水银骸，我只要有水银骸了以后，他们就无法再控制得住我，我们直接就等于无敌。差个水银骸，让他们控不住。可以去呀、啊、小龙也可以拿，这都可以拿，
现在打起团战就随便打，让他们就随便打。坏了，兄弟们，延迟了，延迟了！哎呦我，你爆我！给我往上冲，给我往上冲，给我往上都卷死！谁别走！我可血战斧剑客莫干啦，给我拿下！沙米拉。娃抓 Q， 那你可走不了。你等来小兵呢啊！我不用你在那比如我，你等来小兵呢。给他跑了，算了吧，跑得太慢了。我先回趟家，我马上出来。来个重伤，出个反甲振奋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哇，兄弟，你被个零杠八的给杀了。不过你俩确实差不太多啊，呵呵，你俩确实差不太多。我们给这个马尔扎哈人头就是一个错误，就只能是让他值300块钱。我们这个给这个人头，给人头的这个行为非常的错误，兄弟。卧龙凤雏，直接给我打他！破盾，一个人头也不能给啊！一个人头也不要给，不给！这怎么死的？你俩干啥去了？那兵线没过去啊！猎手还没触发呢，兄弟，吹波 K， 莫甘娜复活了，看看莫甘娜能控我们几秒钟，一秒钟，你别跟他打了。化作 Q， 再收一波兵吧，没办法，鳄鱼就是这么的猛。回家出反甲，出完反甲我们整个小振奋也就无敌了。现在不可能有人能控得住我，莫甘娜控我也就0.5秒，撑死了。我的韧性有63点韧性。几条小龙，一条大红药，大红药是没用的，大红药普通攻击回血，我们要的是别人控不住，现在我都死不了，他们打不动。你看主要是怕控制，
那卡莎刮痧不是卡莎，沙米拉。那打我连蟹手都打不掉。你看那麦干辣没控不住。兄弟们救救，快救救，这波没有蟹手了。哎呀，狼了狼了啊，狼了。哇哦，狼了，确实是狼了，没有回血了。给谁了？姜啊，给粑粑人了还行，别给莫干辣就可以了。来个大龙，我们游戏结束。不能拖呀，这个沙米拉装备起来了。哦，女权与婉豪之间的战斗。看看有没有红，应该有。漂亮石头人，哇靠，999八八零没出来。差一点点，我把沙米拉杀了他们就全得死。大龙该大龙了，我们要打大龙了。打完大龙推波上或者是下，赶紧拿下。这个沙米拉有小绿人宝，其实是有点烦的。嗯，还有个麦干辣，我们只能硬往里冲。我留个 W， 下回把他洞给他破了。千万别被抢了啊！哎呀，我靠，这沙米拉碰不到啊！他多少移动速度？407。我们的龙白打了，啊，也没白打，有一个 buff， 这个 buff 变死了吧？这个 buff 变死了。もう旅パーゲでよすみだ。一个一个死，确实是不行。
365 390追他呀，把他杀了。麦格拉可以杀，过来抓，快，我马上有跳弹，没关系，锁定了。小龙其实推中好一点，推中给他们有点兵线压力。水龙龙魂挺好，推中没有了，扎克他们家就扫个前排，没有了，粑粑人儿还是比较好推的啊。那女警怎么跑了呢？萨米拉他妈的这个吸血太恶心了。哎，女警无敌了，漂亮女警，给我杀女警，后边粑粑人别站在地沟油里头了。这女警跟个傻子似的往里头站呢。怎么感觉打不过了呢？没伤害呀。那沙米拉跟女警差的有点多。我的装备就这样了，我换不了装备，我要换装备他们没有重伤，我得让那沙米拉打我，然后我们有重伤，他吸不上来血才能行，要不然他吸血太猛了。蓝盾也没有用啊，你别推了，你怎么还推呀？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快回来，别推了。大龙刷行，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原来你是想勾引一手，这个金身什么意思？打完撤吧啊！
打完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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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把这打了。你要能跑你就跑，你要跑不了我们就小龙。哎，还行，这沙米拉不出春哥。这里有眼儿，30秒未复活。我怎么感觉他怎么总是知道我在哪儿啊？这个沙米拉呀！点死他，漂亮，应该能打赢。我个人感觉这一波怎么的，他是不是也打赢了？俺们家剩俩 C， 漂亮，把龙魂给我拿了，一个人去推。AD 去推呀、啊，你帮他打龙干啥 ？AD 去推塔呀，直接从野区钻进去。太慢了，走个道怎么能这么慢呀、啊？走吧，走吧，继续走。刚女警不用去打龙，那 AD 那打野打个龙，他能推两路，他不去推两路就最后推一路，留那一路给对面干啥？你说？这怎么办？撤撤撤撤撤撤撤，没人！女警没带，我跟你说，输了死了，直接一波。跟我来，快！那沙米拉要过来拿东西。这都没拿，不行了，我空大了。我刚也不知道怎么，我给大给摁了，我没想摁大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大给摁了，突然之间抽风了。哇，女警上去了，先把塔拔了，我能下来，没事，我先往后拉一手，不着急。沙米拉，沙米拉，你给我死，漂亮！终究还是个 ADC 呀、啊，不太平事儿。不用管他，我直接硬拆。我看看，我倒要看看这莫甘娜有什么伤害。我很生气，